我叫梅欧兰娇，大家都叫我小麦。我是一名快乐的快递小哥。2018年，我刚开始做快递的时候，这里的快递业务量还不是很大，但这两年中，我的同事也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忙。每天，当我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的时候，我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。今天我要参加我弟弟的婚礼，亲戚朋友欢聚一堂，我们用最美的舞蹈来传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这是一个城市最美的声音，这里的人很正，和我一样，他们快乐善良，这个城市很美，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看到它的美。当我把一件件快递平安地送到客户手上时，也会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他们。因为快递不仅是传递一个物品，更是传递一份思念与温情。很荣幸，我成为了这份情感的传递者。两年来，我熟悉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于每一个面孔。大家亲切地称我是货地图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更热爱这个城市。我会向着自己的梦想继续出发。